梦想越大，离家越远。开始在国外比赛后，最大的差别是爸妈不会在台下加油，就算得奖，行李收拾了就跟教练离开，感觉那个地方跟你无关。没想过这次要在台湾比赛，其实会更紧张，希望自己能表现得更好。梦想会带你远走，也会带你回到开始的地方。这次我们回家比赛。